Amazing. 集体出去抓鱼。卡住了，绝望吧。这个地方才是真的有鱼的地方，你知道吗？你说的有问题，就是你说的靠底下太近。对啊，就是它容易。而且三号这种钩子，它会，我这种打法它会缠起来，对吧？你要跟着人家的这个多学习一下。哎呀，这个大虾！来试一下，我来了，一口气就没了。你什么？真的，就是感受到这个。小心啊！杆子控制好，杆子不要出去了。哎呀 ，blue 是吧？这能要吗？这什么东西？可以要啊，但是就是太小了。里头去，还挺大的感觉。哎，没有小的，这是个啥？要吗？没事，那不是有个冰袋吗？哎呦，巨滑，巨滑！对，我们现在来到了 North Jetty。A homeless wreck, a hopeless wreck. 你要看什么？这是 homeless。我已经不行了。掉了一个 baby， 但不知道是什么，特别臭，回去研究一下。放掉了，怎么放的？就是得把它打开。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 Mango Channel。这其实是这个 channel 的第一支影片。我是很想通过这样一个形式，能够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相互学习。有一句话说得好 ，Happiness is real when shared。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是想探索这个世界更多的可能性，探索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所以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频道能够去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同时去分享一些在经历这些过程中的一些感悟。如果你有想分享的一些好玩的地方，一些有意思的户外的活动，欢迎多交流，然后希望我也能够发现更多，能够把自己出去探索的这种经历展现出来的更好的方式。 Eureka 其实距离南湾以北大概四五个小时的车程，基本上你要是周五下午出发的话，有个三天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能够，因为它有一个 South Jetty， 它有一个 North Jetty， 那一块都值得去体验一下，它有不同的风景。那么 Eureka 它的意思其实是说a cry of joy or satisfaction when one finds or discovers something， 就是等同于 I found it， 等同于哇我找到了，就是很激动的意思。其实你也可以看出这个地方有一种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其实有很多的餐馆啊，包括路的名字你都可以看到叫 Eureka， 所以这还是其实在南湾这边或者说在湾区这边都蛮常见的。说到 Eureka 这个地方，最大的感受是太容易挂底了。我们其实出去可能有买几十个那种准备好的 hook， 然后它不出意外的全都挂底了，最后有收获三条鱼，但是这个成本和收获其实没有那么理想。我感觉这个地方可能更适合玩路亚，就是不要有太长的 leader line， 然后不是那种两个 hook 然后加一个 weight 那样的方式。路亚的话你只有一个 hook 比较容易，不那么容易挂底，比较容易 target。 因为当时可能也是因为技术的原因，就是在旁边一个玩路亚的小哥，他是用的假饵，然后他一直在上鱼，但是我们这边其实就很难，也可能是rockfish 本身自己很喜欢更 aggressive 的一种狩猎方式，所以下次也是想尝试一下路亚，或者说surf fishing，因为那样子其实就不会有水草啊或者石头去让你去挂底。然后呢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在 downtown 的部分呢它并不安全，它其实有很多 homeless， 有很多druggy， 他们就是你可以看到警车到处都是，就一直在守在商场门口，这个其实比南湾还要再壮观一点。然后我们还去了一个地方叫 Trinidad， 然后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如果想看风景的话，特别推荐去那边的栈桥或者是沙滩上走一走，因为那边的海的颜色真的是跟南湾这边完全不一样，有点像 Mendocino 这边那种颜色特别鲜明的感觉，非常推荐。不管是想去纯粹的放松还是想去钓鱼，Eureka 都是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 OK， 那么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